天还没亮，厨房飘出阵阵的糯米香。热腾腾的糯米饭拌上塑料，香鸡志工还得忍烫，用双手快速搅拌。用手安尼变安尼在调咧，当一段。因看得正欢喜，俺就真欢喜，足欢喜的，就感恩也是讲吼，安尼赶紧咱来，要来煮煮好，较好食，方互因正欢喜安尼啦。趁着天亮前，志工把油饭和面食打包，要送到50公里外的山林区。山林吉来社区大多是长者，70岁算是年轻了。阿公，油饭有好食无？油饭有好食无？看到恁来做老者啦，阿公做足点呢，像这老人就出名呢。阿姨若行动无方便吼，阿咱就来含伊结一个好缘安尼。帮忙行动不便的长辈把热食送到家。慈济志工李习丽还是一名书法老师。我普通时啊有咧教书法，小块也写字，啊我发挥我功能，啊想煞利用这个机会，咱大家结好缘。亲手写上130份的春联，替长辈家中点装年味。志工各司其职，串起来的爱让偏乡的长者新年感受到暖意。大爱新闻摘采美志工李嘉如、吴永德，高雄报道。